我直接中场板子一拍，申请决斗来抓我，速度来抓我，直接开始修机，有本事你来抓我。转移目标，他不会是速闪？我操，还真是速闪，翻，还是个慢翻，我靠，可以走了。还好这个人传闪传的不准呢、啊，我操，还真是速闪，真的假的呀？给我吓尿了，差点。但凡传准一点，我就叫嘎了。但他传的不是很准，这速闪玩的不够熟练呢、啊，我都直接修机，他居然还传不准。那闪应该快好了，赶紧进板区，对吧？闪一个闪30秒，我刚刚绕了一圈，大概10秒钟左右，然后再直接进板区。他那个闪应该刚好，对的对的。然后进板区跟他玩。说真的，没有技能的速闪，那真的跟小趴菜一样，随便溜放板。踩板模拟器喽，那真是踩板模拟器喽，给我狠狠的踩，不踩够100个板子，今天不许下班。翻过去，博弈，谁跟你博弈啊？我直接走了。看看那个闪现时间，闪现还有5秒钟左右，5秒钟，然后这个板子直接放，打不到可以走，对吧？真的，你没有技能的速闪，然后还偷袭拿不到刀，你就是个小丑，真小丑。我想在这里博弈闪现震一下，你这个闪捏的，这是否有待商议啊？我想说，啊，直接走，免得闪现想搞点有的没的，直接走。翻，看这个距离明显不够了，他居然敢闪，他这把就炸了，跟你说已经炸了，捏闪传过来，骗一下，啊，1厘米闪，这真的是6阶的速闪吗？真的假的？转目标了，这是在做什么呀？这是在干什么呀？那这那你节奏不是烂掉了吗？这把不是轻松拿下，虽然说，对吧？其实我操作也有点。但是他操作比我更蠢，那我这波就溜起来了，非常的完美。那这就看你开门战打得怎么样了，家人，对吧？就看你开门战了，你开门战打得好就翻盘，打不了就爆炸。现在全员零挂，他刚开一阶，对吧？啊，这就死了？你的磁铁呢？怪怪的，捏闪了，转移目标捏闪了。我过来看能不能摸一下人，他估计那个什么闪现换传送了，闪现 CD 应该好。换传送刚好把这个人摸着，现在就看门战时间，这看门战被翻了，我真的是死都闭不上眼，看情况吧，摸不起来，没什么用。好，起来了，磁铁，好，那我走，对，还你需要帮助，我帮不了你啊，我自身难保，怎么帮你？可以走，但是可以走。大门开，这边大门开了，然后呢，那边呢？船那边去了。啊，守墓人死了，但是都是一挂，还有最后一分钟，应该是可以的，对吧？往这边捏闪了，啊，应该是捏那个勘探员那边去了。这反正卡个耳鸣就行了，他一刀杀还有54秒，差不多。对的，给他个耳鸣，给他压力就行。他总不能把秒掉吧？就速闪这个追击能力，他开了一阶追击能力，说实话我感觉还是很弱，放下了。他怕那个谁起来了，估计是。他没有张狂，那说明他那个自己速度很慢，对吧、啊？露脸给他看一眼。好，放，那我走。捏闪，走走走，快走，对吧？这个距离拉的应该可以了，他只要杀不了我，然后拖他自己一样的，他已经放了2次人了，他只要挂这个人，我把另一个人摸一下就行了。好，摸起来，可以走了。然后那边门已经开了，一刀杀还有10秒钟结束，10秒钟之后我把这个守墓人给他救下来，他只要撑一会儿。我操，你死的有点略快呀，你死的家人，3、2、1、0，好，一刀杀没了，可以。泰瑞斯死不了，啊，好好走，都可以走，都可以走，可以平，能不能赢，能不能赢，扛刀扛刀扛刀，哎呦没扛到，完了，躲一下躲一下，现在一刀杀已经结束了，慢慢打。捏闪，捏哪边去了？捏那边去了。那我走，完了被吸魂了，摸不了人了。但是我有技能，他也拿不到我刀。看情况吧，现在就是看情况。等我这个吸魂结束，看看情况。吸魂结束，守墓人上挂，然后勘探员估计又要摸好了，我能把他，对吧？现在就是局势非常的焦灼啊！现在两个满血，然后我应该这勘探员应该自摸起来了，我能摸起来。这个摸不了，这个别摸了，别摸了，这个摸不了。他还有一瓶酒，他在自愈满，然后直接走，别直接别六爆瓶就行了，直接走，直接走。
快走啊，别过去吸啊，直接走啊，吸下来了，可以。好，扛一刀，扛一刀，一刀他变相了，可以走。好，四个人都能走，忙碌了一把的这个速闪师傅忙碌了一把，笑嘻嘻了。您猜怎么着，对吧？昨天那一期的那个牛仔实在是太拉胯了，所以我决定来一把牛仔重振我的雄风，好吧，让我看看这个破轮，给他六爆，好吧，一个小目标六爆他。哎呦我操，不对不对，这居然能打断的吗？坏了，要死了，开局直接滚满两根刺了，完了啊，完了完了，要死了要死了，出大问题，不要啊不要啊，轮子哥，你啊啊，红夫人你在这儿啊，看歪了啊啊！哎，我都叫出来了，结果你没打到我是吧？绕过去，刚好。红夫人刀是这样，也太抽象了吧！翻过去，好的，这波帅。但是我好像干扰电机了。你好，你帮我六鬼怎么样？啊，换追了。啊，换追了，应该是换追了。那没事，勾过来。啊，我操！灭妈妈的好阴险的人，完了，我应该给他放下来了，完了。啊啊啊啊！这是啊啊！底下拉拉队人都在那里挠，都感觉他挠头了，这太炸裂了吧？这在做什么？太炸裂了吧！哇，哎呦，差点摇下来了，我真是啊。妈妈生的，看我能不能，哇，打椅子了，这是在啊，这个飞轮有啊，这匹配都这么抽象吗？这是在做什么啊？好，这把都很抽象，看来我赛后不会被那个什么赛后法庭审判了。妈妈生的，我真是没绷住啊。我靠，这把撞粉丝了呀，这把画家是粉丝啊，他跟我说经常看我视频啊，这我能拉胯吗？我靠，我刚练的牛仔必须给他狠狠露一手啊，但是目前先修机，对吧，等下倒了再说，先修吧。我操，粉丝撞鬼了，让我们看看这把粉丝表现如何，好吧，让我看看他肯定的1695继承我的优良传统，好吧。然后修机，只能修机也没啥事干，总不能直接跑过去 OB 吧，直接跑过去 OB 是要被问候的，家人。我靠，盲女吃刀啦，换追啦，这该如何是好啊，这怎么办，队友他好像没注意拉点，拉到那个什么盲女脸上去了，然后盲女吃刀被追了，这怎么办，看来只能我来救啊，这是这你下一步不会是要给我来一刀吧，我咨询啊，你是在打什么残奥会吗，啊，还是追盲女，应该是那个勘探员于心不忍给他挡一刀，估计是这样的，差点以为残奥会开始了我。然后我希望他如果能撑到我再去修开的话，啊，死了。说我能 OB 吗？你说我能 OB 吗？你说这些路人不会以为我是什么技术主播吧？觉得我很厉害，对吧？所以不会都带了三摇吧？放下，砸一下，好，可以，弹开了，这居然还能弹啊！我操，闪现，这闪我是不是能把它摸起来，他应该再点了自己啊，没点自己，那坏了，能爬板下吗，能爬一爬吗，你别跟个死鱼一样啊，放，好，放下来，然后第二波直接勾，就只能看命了，说实话，哎呀，你这一步三放我怎么顶得住啊，这是真顶不住啊，他是，哎，这确实没办法，卡一卡不砸吗，啊，他怎么跳过去了，都不太，哎，怎么你也过来了，这才做什么啊，掏下来了，你下一步是不是要放话了，放话不放吗，啊，这有点，好吧，看来他确实是我的粉丝，对吧，不是我的粉丝啊，你也撞，好下饭呢，这才做什么，对吧，看来他确实是我的粉丝，没问题，确实没什么问题，对吧，不是我的粉丝怎么会习得我这么下饭的这个精髓呢，那我真是好抽象啊，他居然过来看了一下画画起来了，他也不进板子，确实是我的粉丝啊，官方认证啊，勾砸板啊，哎，不是，凭什么别人能成功我就成功不了，为什么，
哎呀，好难受，我身上好像，哎呦，哎，好像猴子叫啊，我好像猴子叫啊，啊，哎，呜，呜，好，就过来了，那真是啊，哎呦，为什么牛仔没有那个像什么那个什么慈善家一样的猴子叫的那个动作啊？我好想猴子叫一下，真的忍不住了，真的唯有猴子叫能发泄我内心的痛苦，这不一样勾起来了吗？这在做什么？来、啊。好，为淑女而死，这是我的使命，小姐。啊，你这个画画的，不愧是我的粉丝，画甩的跟粑粑似的，跟我的鞭子似的，那真是啊，你的画跟我的鞭子都是一样的，那真是啊，妈妈生的呀，这是在做什么呀？啊，摸我摸我摸，把我摸好，激情啊，激情互动，我这里还带了三个涂鸦，给你涂一下，可爱的捏。小女孩涂鸦，可爱的捏。我操，好大的头！哎，坏了，我摁错了，我要摁这个同意的，我怎么摁成了那个不解的？粉丝不会以为我在骂他吧？我靠，明天这期视频就发，他不会以为我在骂他吧？哎，你在这儿？能勾下来吗？勾不下来，我以为他要从这边下来的，结果他不下来。博弈，开始博弈，直接勾这一步。啊，完了！哎呦，我这波急了，蓄力蓄快了，没办法。哎，还是菜了，这牛仔还是得练。他去修机，然后我在这里干扰，差不多。你要跳过来吗？还是翻过来？还是怎么着？两两相望，这个地方应该不会被卡位吧，但是我谨慎一点还是绕过去吧，万一被卡位呢？虽然说这个门看起来很宽，应该是不会被卡位，但是我还是怕。来，他肯定会往椅子那边砸一下，对吧，对吧，砸刀，对了吧，我操，哎呦，我卡魔了，完了呀，突然松手了，这啊，这是在啊，为了赎罪，我决定拿命给他扛，好吧，死扛，这我居然没有那个什么啊啊啊，这完了，这把直接爆炸了、爆炸了，我刚刚卡手滑了一下，我的手汗把它让我滑了一下，你知道吗，它滑了一下，我说我擦，这种低级错误应该是不能犯的，砸板啊，这居然没打到啊，我靠，这居然没打到，放板，然后跟它转一下，我要死啦，怎么办呢，我要死了，跳起来，你不跳吗，队友没板子，根本没必要跳。这，啊，还是好，躲一刀，我就知道他会把刀来预判的。啊，还是死了。哎，一点办法没有。啊，哎，对不起，让你看到我难堪的一面了，对不起。哎，这把感觉就到此为止了。然后小粉丝在被爆杀，然后我们就四个人整整齐齐的飞天，没有办法。